现在是咱们分两半，我随便先来一个女生，这个女生，好，花色扑克牌有四种花色，对不对？你随便说一种花色。红心。红心你喜欢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JQK， 再来一个女生，说一个。谁？黑桃。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JQK 十，所以她说的红心，你说的十就是红心十，对不对？OK， 好，然后我再来这个妹妹，你不是我的托吧？不是我的托，好。我是。啊，对了，你要说不是。一到五十二之间，给我一个数字，尽量靠近中间左右，不要太大，不要太小。一到五十之间，一到五十二之间。不要太大，不要太小，中间左右。三十六，要不要改？打死都不改，是不是？这里有一副牌，我事先先放好的。我不是红心石，红心石，红心石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要不要改？我可以给一个机会你改。不改，就不改。这是你自己的决定，是不是？你自己的决定。首先，我要给大家看得非常清楚，这些全部牌，我要把它给倒出来。牌我把它给先放在这儿啊，你来吧，杨洋，你拿着。我不是托啊。你拿着，你拿着。等一下，我要先给大家展示一下，所有的牌全部都是普通牌，拿着它啊，我没有去做过什么手脚之类的东西。然后你慢慢的把它发上面，一张一张的发，然后数出来。发上去。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。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、三十一、三十二、三十三、三十四、三五、三六，不要打开，你告诉我，你先把它给拿出来。打开给大家看，你打开给大家看。重点是上面有我的签名。所有的牌打开，拿着，帮我拿着。你会发现，所有的牌全部都是普通牌，没有。每一张都不一样，签名牌是有人的。真的，那随便，我们把它拿去检查。